吃西蒙探假在总之在小文个人专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丹龙，就是棒子的裹面粉那个。开枪！把抽刀给打掉了。你裹面粉，打杨迪。爱玩爱玩，身边朋友也挺爱玩的。最不一样。我觉得还都挺一样的，因为我之前看节目也看见过大家的一些表现什么的，我觉得都还挺像的。印象深刻，玛丽姐吧，因为玛丽姐今天给我上了一堂人生的课，人生的教育的课。今天谁玩的最好？迪哥玩的真的好，迪哥很聪明，就是被玛丽姐骗了一天。就活生生骗了一天，就到最后只剩四个人，我还拉着他，我说姐咱俩再抓两个人好人出来咱就赢了。那就还是丹龙啊，那我就还和玛丽姐，我想办法骗他一次。我之前真的哈，之前真的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智力担当，但我发现好现在好像不是。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能够当一个智力担当吧。一动拜拜，萌探嗨嗨，萌探探探第二季，5月27日起，每周5晚8点 ，VIP 抢先看。